下来这里迎接我们了。Hello， 同学们，要不排成两排？来，大家跟老师说吧，排成两排。好的，我们慢慢的，我们会。那站在这边自动进去，排成两排。好的。我们现在要去书店的二楼了，那大家会看到这个是旋转楼梯，旋转楼梯，这个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传承与连接。好的，下面小朋友，好的，下面请同学们跟随我一步二楼的左耳画廊。同学大家好，可以叫我周老师。对对对，小啊先放。OK， 同学们，你们有没有画过画？